我叫赵小海，也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，竟然在武汉封城的同一天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悉尼。哎喂，叔，我到了。弟弟啊，看到你了，哎，准备上车。肚子饿了没？叔带你去吃点美食。澳洲啊，海鲜那可是全球上数一数二哦。刚在飞机上吃太多了，现在的饱着呢，要不我们先回厂吧。那也行。是，要不是你婶婶带着你妹妹去美国，我也不会把你这么心急火燎的叫回来。叔这是小心，得有身边自己人我才安心。澳洲这空气真好，碧海蓝天的啊，连房子也各有特色，太美了。在澳洲不用拼爹，就靠自己努力，有房有车都不难。这次总理在悉尼的府邸，想不想下去看看总理府？每届总理来悉尼都住在这儿，这房子160多年了。哟，这就是总理住的地方，还不如我们的县政府呢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每花一分钱，不都是老百姓买单吗？这里的官呢也不讲排场，政府财政拨款大多都用于民生，否则4年一次的选举就没人选他。说白了，得讨好老百姓。刚把小海接回来。哎，小海，哎，叫弟弟。好，你好。嗨，老板好。哎，老板，这是我侄子小海。你好。这海呀，是我。你吃饭没？刚吃呢，煎着牛排。我跟你说，刚学的。你那天气冷不冷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边四季如春，冬暖夏凉的。蛇，哎，我知道了，你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好着呢。啊，对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我又在澳洲，爸爸又去了俄罗斯。你说你一个人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就找小姨啊。今天是来澳的第四周了，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。感觉和莉莉一起工作，有一种别样的温暖。哎，最近怎么总出次品啊？老板知道我这两天怎么去？哎，汤姆哥，汤姆。别跑了，汤姆哥，手下留情，给你。可以，看会不会做人喽。我知道附近有海鲜大餐，时间你定，如何？外加一顿肯德基。好嘞好嘞，你说啥就是啥。海鲜还大餐，就这大鱼大虾大鱿鱼圈，哪样不是海鲜？哎呦，也太有诚意了吧。哎，美国从武汉撤侨，澳洲也撤侨，哎，隔离费还全免。这美国啊，每次一有什么大灾大难的，总是第一个溜。我跟你说啊，话说回来，要是澳洲爆发一天，我们祖国绝对来派专机接我，到时候一分钱不用花，你就走着瞧吧。哎呀，到达澳洲以后，思乡的情怀加上对疫情的担忧，每天都在缠绕着我。真心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我的亲人们安康。哎，丽，听说你喜欢吃蛋挞，我刚去给你买的。哇，这么多蛋挞，我昨天就随便一说，你还真去买了，谢谢。大中午的吃什么蛋挞呀？我给你做的汤。番茄蛋汤，亲手做的鸡蛋汤呀。哎，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你了，看着就没胃口，这就叫鸡飞蛋打汤。
说点正经的，现在澳洲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很多工厂都没有活干了。我看过几天呀，我们都没有工作了。这怎么一个人愁眉苦脸？老板，你这是中奖了，一个个大惊小怪，出乌烟又出难衣。我是过来之人，在这危难时刻，政府不会不管我。自由党要是不管我们，他还有脸参加下次竞选吗？你看，不出所料，今天就发布的消息，政府将拨款每个雇主和雇员每月$3000，持续6个月呢。折合人民币得有13000多块钱。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，16000，加拿大也是16000，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。小海呀，你那还行不？电视上啊说澳洲的疫情都爆发了，要不你还是回家吧，咱们这儿可是零征了。哎妈，别瞎担心，这有是有，没有国内的新闻说那么夸张啊。很开心得知老家连着几周都是零增长，尽管心里也曾有一丝疑惑，一个城市普通感冒都不可能做到零感染、零回头、零增长，却让全世界都没特效药的肺炎做到了。哎，只要我的亲人们安康，不去想那么多了。好在澳洲不禁止运动。一看就是个缺乏运动的宅男。快点加油。小海啊，我是小姨呀、啊、你妈病了，今天她突然就晕倒了，整个小区啊都封闭了，这可咋办呢？马上去买票，麻烦你照顾我妈了。你告诉我爸了没？你可能还不知道俄罗斯的情况呢，赶紧去看看新闻吧。滞留在远东的这些中国公民，他们就要在当地接受隔离，同时他们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，准备要生活到疫情结束。在这个之前，我们所有的陆路口岸绝不会再做出特殊的安排。曾经有一句话我一直引以为豪，中国护照无论你身在何处，它都能带你安全回家。原来只是在演戏，谁都知道多个人回国就会多份感染的几率，可是没有一个政府敢说不允许本国人民回家的。父亲和在俄罗斯的几十万华人回国之日看来遥遥无期了。你好，我想要张去长春机票，越快越好。长春呀，最早也是2个月以后的票了，你要吗？两个月不行，太久了，我要现在就能出发的。我们也没有办法呀，这是民航总局的5个1政策，一个国家一个航空公司一个航点，一周一班飞机，那么多人都想回国，哪有那么多票呢？那有没有贵点的？我可以加钱呢。现在的票都已经是以前的10倍以上了，都还买不到呢。这样吧，如果有内部临时的票，我再通知你，你看行吗？谢谢。小海呀，妈没事儿，就是有点发烧，他们说要隔离。今天呢，新闻说咱这儿还是零增长。你别担心我啊，我歇2天就好了。喂，你好，
后天头等舱一张，要不要？就是价格有点。你必须帮我留着，我马上来付钱。姨，我买到机票了，明晚就飞。你妈走了。